来，喝一个。来，咱们喝酒喝酒，今天晚上都不能大意啊。好嘞。小李哥，来喝一个。来，咱们喝酒喝酒，今天晚上都不能大意啊。 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我也不知道哪来这股邪火，就把王天龙的洞房和老四的笼子给烧了。我真的，这是什么？这不是龙马的猪孩子吗？龙马，从牧师手的龙马，他怎么会来到我们红岭树镇呢？大家的，眼睛又着了一根火，哪儿？三门坟地。孙兴，哎，把黑妮牵过来，去山门。好。 山门见面，什么情况？三门附近着火了，有几个兄弟去打水救火。他们打完水回来了没有？没有。那这个山门怎么在随便打开呢？话说，是当家的话，三门为何小侯他们要去打水救火？真是蹊跷啊！这哪来这么多邪火？行了，说没猜错的话，明天早上他们可以烤了。大家的。 是不是累了？怎么往回走呢？黑妮儿不会累，她要往回走，自然有她的道理。来，黑妮儿，我怎么看不见人呢？
我看不见，可是你信不信？黑妮儿的鼻子比咱俩的眼珠子好使。王天成和他媳妇儿，加上薛老四，还有龙马，起码得有四个人都在树上。最起码这树上。 有一个人。 这打中他，要是打中了，早该掉下来了。当家的，我看这树上没人，黑妮儿不会出错的。我就说嘛，树上有人，放心。 找两个手脚利落的弟兄，上树！好。慌什么？ 人肯定在附近的树上，给我搜！都去给我搜！快点！快！放我下去！放我下去！ 像龙马兄这么大英雄，干嘛要趟王天成这担浑水？我就是王天成这担浑水。龙马兄，你这是开什么玩笑？龙马兄。 如果我黑山哪里得罪了你，请你如实告知，我一定赔罪。可是龙马兄如果是王启梅请来的帮手，那我也奉陪到底。想奉陪我，你得知道我在哪儿。啊！